此案乃大是大非，有罪或有失者，皆应追究。若是朕不答应呢，还要逼宫不成吗？景琰自幼受教于皇长兄，他当年没有做的事，景琰也不会做。不会？那他呢？他无论是为有还是为臣，领帅从未负过陛下。太子和朝臣的今日所请，无非是想还原当年的一个真相。 陛下究竟是为何连如此理所应当的请求都不能答应呢？你不是宿主，你是那个复活的乱臣贼子，陛下，朕绝不能让林殊，让你活着站在朝堂之上，站在天下人的面前，明白吗？好，我答应。未来娱乐台《琅琊榜》最终回。